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文顿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 DLC 哦，啊，我遇到异色小隐形，那这只车完全看不出来啊，它这个是大量出现，可是我把它抓到消失哦，就是那个剩下的里面刚好出只哦，地点差不多在那个地底下飞行点旁边哦，电气石岩窟，那它有可能是刷在地上了，就是不一定抓在哪里，然后这只真的完全看不出来，听说好像会自爆哦。哦，没有什么准备就直接抓了哦。那这个真的完全看不出来，然后还好像很多种颜色啊。哎，这种界限盾壳干嘛的？傻眼。等一下，界限盾壳是什么？可是我要先把它壳打爆，效果不好。破壳。怎么破壳？不好了，还是那个破壳也是招式。哈哈，哇！欸，他这个没消掉不能用，就是蛇身冲撞哦，蛇身冲撞。哦，我先把他的那个特性换掉。顺便换水属性。跟重整，他应该不会自己就中。特性呼唤没有效果，不能换哦！我靠，莫兄，换特性！我看那片他怎么抓的，我忘记了，还是就直接抓人？不然他那个壳在的话就。欸，它反作用力也变痛。我应该有存档，我就如果它没了就存档。欸，界限盾壳，我打到一半血就开了，这只是啥颜色？我看不出来，还是五彩斑斓的黑，还是异色就是所有颜色都有？还有两颗眼睛。这五彩斑斓的黑吗？黑上面五彩斑斓，好吧。看可不可以睡？力量宝石，好痛！还有什么那么痛？其实我又快，我快没了，我太快没了，可以了吧？看他的特性，应该是半血就没有了。哦，异色小雨星给我打谁？哇，就是要抓之前真的要先等等蓝色核心吗？那不是蓝色核心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106，我偷查一下，我好像之前没抓到。哇，蓝色核心原本是这样子的，那异色变这样，其他我看有没有全开哦。浅蓝色核心，蓝色还有浅蓝色、绿色，哇，看起来它的异色就全部长一样。那我这只，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核心啊？打眼了，我这只应该是蓝色核心吗？还是不好说。
我忘记刚才的画面是什么，那个流星的样子就是还没破口。哇，然后我看到有人是用那个数那个数的，就在那个我之前刷了，哎、欸，刷那个小鲜奶跟那个叫什么，突然忘记了，我那个哦花了哦环环，那个也被我刷没了，刷到。活动大量出现消失了。那之前抓到异色的话，就花疗黄黄吗？这个从哪里开始啊？我忘记那个上一个活动大量出现的是从哪里开始的。反正我把它刷到消失了。哦，这看得出来，蓝色。对，它那个这个盒子不会显示那个异色。那如果在后面应该就看不出来了。吧，还是他能力这边会写，没有没有写，你这个在后面应该看不出来原本是什么颜色。什么意思啊 ？HP 半死壳会坏掉，变得更有攻击性。哦，它有大爆炸，真的会爆炸了。好吧，就抓之前记得存档。那这边就。直接就看得到原本没有预测是什么。那如果在后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看了，还是后会有显示？好吧，那就是大概这样啦。有什么没讲的吗？没有 ，OK， 那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